各位嚟到今个星期四晚上嘅一个嘅香港奇案啦。咁啊，头先啱啱播咗一啲嘅片段咧，就系、是、小弟啊喺八九年前嘅大院有落嘅一个特辑，就系、是、马鞍山啊依一个嘅矿工嘅依一个嘅啊点滴嘅生活。咁啊，当年咧就系、是、同我嘅好朋友啊基哥咧就一齐咧就重访啊佢儿时嘅依一个嘅故居，系咪？因为啊基哥咧就喺马鞍山嘅依一个嘅。礦洞啊，嚇，即係依一個啲嘅礦工嘅依啲嘅後人，咁啊，當年兒時咧，亦都喺曾經喺依一個地方咧，就係生活過。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咁啊，其實嗰個地方都幾較失修啦，啲村屋就比較簡陋啦。咁啊，仍然有零星嘅一啲嘅舊村民啊、老村民咧，就喺嗰度居住。咁啊，好多嘅當年嘅兒時嘅僆仔啊，就長大成人之後咧。咁啊，而家都五六十歲噶啦，咁啊，其實都已經係搬曬出去出邊，有自己嘅事業啊，自己嘅家居。咁啊，耐唔中一次翻去咧，就探下啲舊朋友啊、舊親戚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而整體嘅礦村咧，就亦都個年時間嘅依一個嘅洗禮啦，都失修啦。咁啊，好多依啲嘅嚇地方啊，都已經係破破敗敗，剩低嘅遺跡亦都係嚇冇乜人咧，就係去維修啊各方面嘅嘢。咁恐怕咧，不久嘅將來咧，依一個嚇喺五十年代喺香港裏邊已經盛行嘅一個嘅礦村咧，就好怕咧就即係隨住時月嘅依一個嘅洗禮咧，嚇都未必可以保存得到。咁而今日嘅依一個嘅大院有落之香港奇案咧，就係正正咧就係講嘅喺六十年代啊，嚇1962年嘅9月20日，沙田嘅馬鞍山礦村裏邊一齊叫做咧。黄泥塘村系嘛？啊，依一个发生嘅一宗嘅恐怖嘅一个嘅血案，咁啊，当时都牵涉到一啲当时啊喺矿村里边生活嘅一啲嘅居民一单嘅依个事件。咁我曾经咧就亦都同阿基哥就研究过啦。喂，你僆仔嗰阵时有冇听过依一单嘅新闻啊？咁样咁啊，奈何啦？依一单嘅事件系1962年咧就系发生。咁可能阿基哥当时嘅仍然啊，即系 B B 仔啊，或者系好似同案中嘅。依、这、一個嘅死者嘅依啲嘅遺孤差唔多大啊，兩三歲啊，咁啊即係咁上下年紀，咁啊即係就算發生咗，可能佢自己都嚇、都未聽過，又或者咧就係當時嘅大人亦都唔會同佢講，咁啊過到去一段嘅時間，到長大成人嘅之後，咁啊依一單嘅事件可能亦都係一啲村民咧唔係好想提一啲嘅歷史都未聽，咁啊所以咧就基哥咧就嚇、有啲咁嘅事，有啲咁大單嘅嘢咁樣，咁即係佢都嚇惡咗言。咁啊！依一單嘅案件咧，就係發生喺依一個嘅1962年嘅9月20日。咁而當日咧，沙田咧就即係的而且確咧就係爆咗兩單嘅呢個兇殺案。咁啊，令到沙田嘅呢啲居民咧就人心惶惶。哇！做乜嘢啊？我哋嘅社區裏邊啊，竟然啊死咁多人啊！咁一單咧就喺田心村啊，即係我好朋友啊大長軍係嘛，即係佢個鋪頭啊，即係所在地田心村。咁啊，一個小販就俾人謀財害命嘅。咁啊，上晝啊發生，咁啊當時一啲嘅沙田友咧就已經咧就係討論到啊即係都哇有啲咁嘅事發生啊，哇點解我哋嘅社區死人啊咁樣，哇謀財害命啊，冇陰功啊咁樣嘅依一個嘅討論嘅依一個嘅熱刺啊，咁但係估唔到啊，當夜就即刻又發生一劑啊非常之恐怖嘅依個馬鞍山啊依一個嘅黃泥塘村啊殺老婆鋸外母嘅一單嘅倫常嘅依一個嘅血案。好啦，咁啊，即系讲讲依一个嘅马鞍山嘅依一个嘅矿洞先啦。咁啊，如果大家有睇过以前嘅依一个嘅大院有落，咁啊知得到咧，嗰日当时咧就有好多嘅依啲嘅国民党嘅依啲嘅遗民啦。咁啊喺大陆国共内战之后就走咗落嚟依一个嘅香港。咁啊而佢哋咧亦都系聚居咗依一个嘅马鞍山嘅依一个嘅矿洞里边咧，以采矿啊就为生。咁啊，生活咧就非常之刻苦，系嘛，即系差唔多好似同原教旨，即系嗰啲 pilgrims 啊，咁样哇，即系与世隔绝啦。第一个地点里边就嗰阵时嘅交通，又出唔到市区啦，系嘛，又未有狮子山隧道啦，系嘛，要出呢一个嘅市中心，又要揸车落到去码头，而喺个码头又要搭船，系只要去到呢一个嘅九龙。九龙又要转啊依一个嘅巴士，只可以或者系转依一个嘅火车，啊只可以去到依一个嘅尖咀。去到尖咀之后咧，咁啊，然后你要搭依一个嘅渡轮，只可以去到香港岛。咁啊，然后跟住咧就再转车，只可以去到吓中环啊，或者系依一个嘅西环啊、坚尼地城啊、啊筲箕湾啊、铜锣湾啊、柴湾啊咁样。啊，当时我老友阿基哥咧，佢翻学咧就真系又搭车又搭船，周居劳动啊。先搭车落山，去到码头搭船，去到依一个嘅九龙，
然後再搭火車去到尖咀，尖咀搭渡輪過依一個嘅中環，中環再搭巴士咧，再去筲箕灣嘅慈幼學校裏邊嘅翻學。咁啊，真係你係估佢唔到啊！即係喺咁貧瘠、咁艱苦嚇，即係咁 tough 嘅依啲嘅日子裏邊，佢喺慈幼學校讀書嚇，讀出過依一個嘅將來出嚟。咁啊，甚至無後尾咧就有教會嘅支持咧，就係去到依一個嘅美國啊，亞美利堅啊。攞咗一個牙醫嘅依一個嘅學位，係嘛？翻嚟而家就陣醫師藥，幫人咧就處理依個口腔嘅依啲嘅問題。咁啊，好敬重依位嘅老友嘅，因為咧佢的而且確曾經亦都幫我哋 MHK 成立嘅時候助意一把力，係嘛？即係冇佢嘅扶持啊，咁啊 MHK 都起唔到身。咁啊，另外嘅做人啊，各方面嘅嘢啊，即係佢嗰個嘅刻苦耐勞啊，好值得咧我哋就係敬仰。咁啊，亦都曾經啊，阿基哥亦都幫手啊，協助我哋搞一啲嘅旅行團。去依一個嘅越南啊，胡志明市咁啊，即係亦都係我哋一筆一啲好得力嘅一個喺背後支持我哋向前行嘅呢啲嘅支持者。咁啊，今集咧我都幫阿基哥講下佢故居附近發生嘅一啲嘅事件。咁啊，當然啦，今日所講嘅依一個嘅啊黃泥塘村就唔係 exactly 阿基哥住嘅依一條嘅村嚟嘅。咁啊，依條嘅黃泥塘村咧就其實就係近碼頭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依一個嘅碼頭嘅地方咧，咁啊而家其實呢條村已經係不復在噶啦，已經剷平咗噶啦，已經唔喺度噶啦。咁我哋首先咧就揾阿偉哥，就因為佢咧就架車就換車啊，偉哥嚇，即係得大家嘅支持，偉哥卒之可以換車啊。咁啊換車之後咧，咁佢而家咧佢就架車就未出到牌照，咁啊今日佢就出唔到外景。咁但係偉哥都好有心，咁啊即係知道我今日要講依單嘅案件咧，佢首先咧介紹一下依一條嘅黃泥塘村啊，喺今時今日2022年嘅12月份啊。究竟是香港的哪一笪的地区，我们先看看伟哥所说，然后再回来继续讲这个案情。大家好，我是伟哥。根据鳄鱼给我的资料，当年案发的村就是这个红泥头村。实质现在的位置呢，對比翻依家嘅地圖咧，應該咧就係依家嘅耀安村或者恆安村嘅附近，因為依家已經填曬海噶啦，一大片陸地，同埋條村都應該移為平地，起咗一條新嘅公共屋村嘅，所以對比翻以前嗰個海岸線咧。案發的紅泥塘村咧，應該咧就係依家嘅耀安村嘅附近。好，翻嚟咁啊，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點解嚇即係個礦洞啊會咁近嘅碼頭嘅咧？咁啊，當然啦，就即係嚇以前就因為要方便運輸，喺個山上面開咗礦啊，運到落嚟嘅山腳，然後就下邊有啲等船啊嚇，咁啊即係幫依啲嘅礦材啊，就即係全部就運走，咁啊唔使咧舟車勞動啊，將啲礦石啊又要用火車，由貨車咁樣搬到遠處，咁啊增大依一個嘅成本。一落到去個碼頭，咁啊然後咧就係卸咗落啲船度，咁啊嚇。即刻就係行人啦，啊，咁啊慳翻好多嘅依啲嘅成本。咁啊碼頭裏邊咧就原本咧就係附近就住一啲嘅原居民啦，咁一啲嘅漁民啦咁樣。咁啊隨住啊即係日本人嚟依邊嘅投資，咁啊依一個嘅礦場開始蓬勃起嚟咧，咁啊亦都有啲嘅礦工咧就陸陸續續咧就搬落咗去碼頭依條嘅黃泥塘村咧就係依一度嘅居住。咁啊，而家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再去依一個嘅馬鞍山嘅依一個嘅礦場咧，其實你仲可能會見到一啲岩鋼嘅依啲嘅舊工廠啊，揀鋼材嘅啲嘅舊工廠啊，啲合作社啊，咁啊一啲嘅遺跡啊、礦洞啊，不過已經係封咗啦。咁啊，有啲嘅探險人士咧就中意咧就係帶齊曬架撐，咁啊爬入依啲嘅礦洞裏邊咧就去探險。嗱，我就好建議各位咧。
就要啊，如果要咁樣去做咧，第一咧嗰、那個就已經係封咗 restricted area 嚟㗎，基本上咧就入去咧就係犯法㗎啦，咁啊要小心呢一樣嘢。第二樣嘢咧，裏邊咧就係其實有一條嘅斜路落過去下邊咧，就去睇以前開礦嘅呢個礦洞就好深好斜嘅。如果冇足夠嘅裝備咧，冒冒然入去咧就非常之危險，或者分分鐘咧搞出人命迷路啊、整親啊，咁啊要人嚟救你咧就好瀨氣啊。咁啊，所以咧，我就會建議大家嚇，即係慎防安全計啊。咁啊，即係最好係一啲嘅嚇，坊間都有好多嘅書籍啊，啊 YouTube 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片段啊。咁你都可以啊瞭解啊，睇咗當去咗係嘛。咁啊，即係然後咧就可以瞭解下昔日嘅呢啲嘅礦工嘅呢啲嘅生活嘅呢啲嘅點滴。咁啊，瞭解到之後咧，你都好瞭解明白到咧，呢扎嘅礦工嘅朋友們啊。生活咧就好刻苦，咁啊你都唔妨旨意啦，即系以前啊，即系吓冇乜工人嘅福利啊、權益嘅呢啲嘅保障嘅時候咧，依扎嘅哥哥姐姐啊，咁啊肯定嗰個嘅薪水啊就唔會有多嚇保障啊，呢啲嘅保險啊各方面嘅嘢亦都唔會有啊旨意啊，即係得到啊。咁啊喺基本上就走難落到嚟，難得就有地方啊可以係棲身，咁啊亦都聚咗一啲啊以前嘅鄉里啊戰友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大家就即係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咁啊，亦唔好講話有啲乜嘢嘅氣體啊，係嘛？即係基本上冇乜娛樂，咁啊來之後咧就可能係放工啊，打下衞生麻雀啊，賭下十五胡啊，捉下棋啊，拉下二胡啊，啊咁啊冇乜物質嘅，啲小朋友就通山走，咁啊耐唔中咧就係啊進依一個嘅啊信義會啊，咁咧就會嚟咧就係接濟下一啲嘅村民啊，天主教嘅一啲嘅修士啊、修女啊，就係教下呢啲嘅村民啊辦下學啊，等佢啲小朋友啊可以認讀書識字啊咁樣，咁啊即係基本上咧就係非常之困苦、毫無物質嘅呢個生活啦。咁好啊，咁我想問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啊生咗出嚟樣貌好標緻，係嘛？即係身材咧就係婀娜嚇玲瓏浮凸，係嘛？你諗下，即係有啲人咧就話以前啊五六十年代啊嗰陣時咧，即係你啲唐裝啊嗰啲女仔著嗰啲衫咧，係嘛？即係擺條筋啊喺依一個嘅格拉底嗰度嗰啲啊著嗰啲啊醜仔衫啊嗰啲嘅薄衣衣嗰啲嘅布啊，哇！今日著出嚟唔係旗袍，咁但係咧就剪裁咧就好揸腰，哇！如果你上圍好豐滿咧，就真係引死麻甩佬咯，正宗啊！咩啊？曱甴腰或者咩嘅黃蜂肚啊嗰啲啊，哇！真係即係睇完都咧，即係凍尿啊，簡直係咁啊！尤其是你都知道啦，去到依啲嘅礦村，工人多係嘛，靚女少，咁啊，即係咧啲女啊有啲咁嘅知識咧，就俾呢個礦工咧就撩啊，到不啊啊，真係咧就係年頭撩到年尾啊！咁啊，如果你係一個嘅靚女，有依個地方又居住。咁啊，即係好似感覺到啊，蛟龍被困呢一個嘅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啦。咁啊，既然係咁靚女，天生麗質，但係奈何你接觸嘅呢啲嘅社交圈子，全部都窮撚個老窩嘅窮撚嚟嘅。屌你老尾閪，即係買隻雞蛋一分分鐘冇錢啊！即係依頭嘅日朝頭早食饅頭，夜晚又分分鐘係砸炮，係嘛？即係冇乜錢財嘅。好多嘅時候咧，啲合作社啊，就赊借一啲嘅糧食啊、麵粉啊、自己屋企包啊、餃子啊咁樣，有好多呢啲外省人啊嘛。咁啊～好貧苦嘅，咁就算你靚到盡啊，嚇拋眉眼啊，你都得唔到一啲物質嘅呢啲嘅好處。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啊，即係如果你嚇喺呢度生活，咁生活就困苦嚇苦悶，咁啊苦無出路，咁啊亦都冇盤纏，行出去呢一個嘅九龍，亦都冇呢啲咁嘅人物，出到去九龍啦，啊或者係香港啊，咁啊即係孤苦伶仃，你都唔知嚇，即係有啲咩嘢就可以大展所長。唯有就成世人咧就屈執咗喺依一個嘅馬鞍山嗰度，就自怨自艾，係嘛？咁啊，即係，唉，即係點解我咁嚟瀨氣噶？踎咗喺依一個嘅馬鞍山，唉，我側邊嗰件嘅佬就喺度咧，就係揼石仔，或者係落去開礦，唉，即係啲咁多嗰啲咁嘅心水，唉，唔好話食肉啦，揾條魚食下都分分鐘唔夠錢啊，唉，真係坎坷啦咁樣。嗱，今日所講嘅依一個嘅香港奇案。馬鞍山殺妻弑母嘅依一個嘅兇殺案，就是、正正喺咁嘅依一個嘅環境之下咧，就係發生嘅啦。咁啊，依一輯嘅故事咧，依一輯嘅案件咧，又我亦都可以講咧，係好近似依一個嘅現代版嘅依一個嘅金瓶梅啊，啊依一個嘅潘金蓮撞著依一個嘅黐粉啊西門慶咁嘅依一個嘅嘅故事嘅依一個嘅架構。咁啊，甚至無有一個嘅王婆咧，就幫依一個嘅潘金蓮咧，就穿針引線添。咁啊，
案中的一個嘅男主角咧，就當然就係現代版嘅一個嘅武大郎。今次依一頂嘅綠帽啊，就從高嚇凹落嚟啊，即係凹撚到凸凸冚，由頭啊凹撚到落腳趾尾。最撚慘嘅咧就係全部嘅老友記都知佢戴綠帽，而係佢自己就唔知道自己戴撚咗一頂綠撚到屌你老尾青 bit bit 嘅依一頂嘅綠帽，日日就俾人笑。咁啊，開頭笑撚到佢咧都唔知咩撚嘢事，後屘當佢了解到個真相之後咧，就晴天霹靂，係嘛？感覺到咧就係好撚冇尊嚴啊！俾人背叛之餘，仲要側邊嘅友齊當撚咗佢做笑柄，喺一個精神飽受壓抑之下咧，然後咧就犯出一啲嘅愚蠢嘅一啲嘅事出嚟嘅。好啦，咁啊嚟啦噃，入正題啦噃，係嘛？咁啊，大家心裏邊有個數，知道啊。今劑的這個的案件大概都是關於桃色糾紛而變成一個的倫常的家庭的慘案，而只不過今次的這個事件究竟是潘金蓮收工還是武大郎被人懟冧呢？大家跟著聽著老我繼續講下去了。好了，事情是去到這個1962年9月20日的一個晚上來發生的。當時呢就有一間的木屋，這個的 number 就是D169就是發生了一單的血案的這些的慘況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呢，就是 day back 就是幾年前，當時有一個在石礦場工作的一個的礦工，他就叫一個叫黃柏，黃是大土黃，就不是超哥的三畫黃，他是大土黃，叫柏，柏就是柏道的柏，即是老榆松柏，即是棵樹的柏。柏哥呢就做人就很能誠懇的，沉默寡言，似啲咧，即係好似阿羅家良初出道嗰陣時，戇鳩鳩啊，呆滯滯啊，兩眼無神啊，目無表情啊，木立嘅一個嘅青年。咁啊，案發嘅時咧，阿柏哥咧就係36歲噶啦，阿柏哥就已經係36歲噶啦。咁啊娶撚咗一個嘅老婆。咁啊，佢個老婆咧就係一個25歲嘅東莞籍嘅一個嘅女士。咁啊，25歲何瑞英。咁啊，阿柏哥就喺一個嘅馬鞍山嘅礦場裏邊就做一個嘅木工，咁啊，憑住一啲嘅手藝啦，即係鬥一啲嘅木嘅家具啊、木嘅工具啊、器皿啊，即係或者有時咧閒時咧就幫下啲鄰里啊，就修補下家私啊、凳啊、台啊，係嘛啊凳仔啊咁樣，又唔收錢。咁啊，街坊鄰里咧就好中意佢啊，咁又話阿柏哥，真係非常之好啦，又踏實嚇，擔屎都唔撚偷食，又冇不良嗜好。係嘛？咁啊，即係做人咧就端端正正，咁啊，即係模範嘅青年嚟嘅。咁大家都知撚到啦，即係依啲嘅青年冇乜不良嗜好，個人咧就係誠懇又踏實，好 practical， 好似我哋嘅竹友啊、白糖咁樣樣。好似咁撚樣嘅人又點咧？就個個都揾鳩佢笨柒啦，係咪啊？即係講真，即係蝦你又唔出聲啊，揾下你笨柒，你又屌你老尾閪，你又咕一聲吞撚咗佢。咁所以阿柏哥咧，成日都俾啲街坊啊嚇鄰里咧，就叫佢整依樣整嗰樣，但系咧就唔收錢嘅，即係當義工咁樣做。咁但係佢又覺得冇所謂啦，即係有一啲嘅一隻手藝係嘛，可以服務下社群，咁啊幫下幫啦咁樣。啲錢攞嚟又點啫？係嘛，又帶唔撚走嘅，我又未有老婆，又未有兒子係嘛，即係啲攞埋啲錢，我又冇時間出去去交際應酬，況且去到出去都唔夠飲杯啤酒，不如喺馬鞍山裏面嚇。清風白雲，青山綠水，係嘛？咁啊，即係日出而作，咁啊，安安分分咪幾好，難得係嘛？喺國內嚇打到乒乒乓乓，仲好多人啦，俾共產黨搞到閪冧係嘛？我嚟到香港，有英國人嘅庇蔭，有個地方可以住下，有日本人嘅公司，整個石礦場，佢又需要我嘅呢手手藝，咁我喺依度嚇，即係一展所長。唔好諗咁多嘢啦。咁啊，即係其實好 basic， 好 primitive。即係好唔與世無爭，亦都唔係要對生活有好大要求嘅一個嘅踏實嘅一個嘅青年。咁好啊，去到30多歲都未有老婆，咁啊街坊就同佢著急。咁啊街坊同佢著急咧，咁啊卒之咧就拍到啊一個士多裏邊啊，一個士多裏邊叫新興隆啊，佢喺近碼頭嘅一個士多。咩叫新興隆呢？咁其實就好似一啲而家嗰啲賣西樵大餅啊、啲乾酥餅啊、賣下啲汽水啊、賣下啲油糧雜貨啊，係嘛？咁啊，即係平時啊，即係可能啲柴米油鹽啊，去嗰度可以買到啊，咁樣嚇。咁啊，依一個係一門生意啦。嗰門嘅生意咧，就係有一個嘅38歲嘅依一個嘅女士咧，叫愛好叫阿肥婆啊。
叫黃大體。咁啊，38歲咧，其實就對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哋即係而家我哋啲中老俱樂部啦，係嘛？中女就即係無限好嘅，即係哇！而家我哋50多歲見到啲10多20歲啊，屌行行開啦，即係唔中意啊！即係中意啲哇30多歲係嘛？即係36歲咁啊最好啦！哇，狼虎之年，身材豐盈係嘛？閲歷有深係嘛？即係話頭又醒尾係嘛？即係你搞啲20歲嘅，屌你老尾閪，你仲可以屌湊女湊 B B 咁樣，即係行行開啦！所以我見到啲傻仔啊～幾廿歲人50、60歲仲拖啲20歲出街嗰啲，真係正啲傻仔嚟嘅，梗係揀啲30幾歲啦，係咪咁樣講？咁好啦，咁但係依個30幾歲咧，你就千祈唔好要喎。點解咧？依一個嘅黃大替咧，並不是省油的燈。咁啊，原來咧就已經係嫁咗咧嚇嚇，即係循環再做幾次㗎啦嚇，幾門嘅依一個嘅婚姻。咁啊，同埋咧就唔係好中意保養，就好似阿搞貓俊咁樣，越食越肥，肥撚到咧就屌你老尾水桶咁樣，所以佢外號就叫做肥婆。咁啊，肥婆咧，咁啊，經營咗一個嘅新興農啦，咁啊，佢嫁咗一個嘅姓何嘅依一個嘅馬佬，咁但係依個馬佬咧就唔撚黐家嘅，點解咧？因為咧佢係所有淫婦裏邊嘅最 ideal 嘅老公嘅依一個嘅工種就係叫做海員啦。咁啊，海員咧就走 Q 咗，咁嗰日日喺屋企胡天胡地，又唔使理家，乜都得啦。咁啊，好日都唔翻嚟。咁但係咧就同依一個嘅阿黃大替啊肥婆咧就生咗兩件嘅細路仔。一個咧就叫做14歲嘅何慕蘭，咁另一個咧就叫啊12歲嘅一個嘅何永榮，咁啊何永榮咧就係僆仔，咁啊何慕蘭咧就係啱啱亭亭玉立嘅14歲嘅依一個嘅少女，咁啊一齊咧就經營嘅依一個嘅新興農，咁而新興農咧就係亦都同時之間咧同啲街坊好友好嘅，因為點解咧佢有幾台麻雀，咁啊日日都喺度開台。咁啊，即係啲人嚟租麻雀啊，又或者係嚟佢個鋪頭裏面打牌啊，咁佢可以抽下水。咁啊，情況好似咧就我哋以前前幾集講過依個大坑道啊，蓮花宮血案啊，對開啊嗰個嘅肇事地點嗰陣時嘅嚇嗰個主人家，亦都係租麻雀俾人咧賺抽水啊，好好老數噶。你冇睇少呢啲嘅生意啊，即係揾到單餐食噶咁樣。咁啊，肥婆咧就經營一個新興農嘅依一個嘅士多。咁肥婆咧仲有一個女嘅喎，咁依個女咧就係今集嘅依一個嘅主角，叫做何瑞英，咁啊25歲，咁就係咧就嫁咗俾依一個嘅王柏嘅一個嘅女士啦。咁啊何瑞英咧，即係未嫁之前咧就已經咧佢嘅艷名咧就係喺依一個馬鞍山嘅依一個嘅黃泥塘村咧就係好響緊曬朵噶啦。大家見撚到佢咧就唔係話好高，但係有啲女仔咧就好得意嘅，唔係好高嚇，骨架就好撚細，咁但係好撚好肉地係嘛？即係圓圓潤潤咁樣，係嘛？即係哇，要突嘅地方非常之突，要彈嘅地方好撚彈，係嘛？要幼嘅地方佢又幼啊！屌你老味，係咁啊！依啲細細粒容易食，又皮膚滑淨，咁啊女仔咧即係眼又即係眉絲細眼，咁啊下一句就咩唔偷懶咁，我就唔撚講啦，因為都有故事都好多女性嘅觀眾嘅支持者，咁但係如果想知道我講咩聽啦，如果啲男仔形容你眉絲細眼咧，你千祈咧就唔好以為係好事嚟㗎，因為啲契弟喺背後咧就唱你，哇嗰條女啊眉絲細眼啊，佢屌閪就唔偷懶啊咁樣。即是話你淫蕩啊！即係嗱，千祈唔好俾男仔形容你叫做眉絲細眼啊！因為我知道大院有落嘅，有香港奇案好多女 fans 嘅。咁啊，即係如果有啲男仔嚇話你眉絲細眼咧，就不懷好意嚇，即係小心啲。OK， 咁好啦。咁啊，何瑞英咧就即係嚇矮矮得得、細細粒粒係嘛？即係珠圓玉潤、好好肉地係嘛？即係要突嘅地方好 Q 突。咁啊，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啊，著咗嗰啲嘅唐衫係嘛？哇！即係玲瓏浮凸。嗰啲嘅礦工叫到佢就咁樣啊，吹口哨啊，撩佢啊，搭散佢啊，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咁但係依一個嘅何瑞英咧，就真係好似係來者不拒咁樣嘅，即係好中意咧，性格開朗，就真係好溜刮嘅。咁啊，即係大家同你傾偈啊 ，flirt 下人啊，咁啊啲馬佬就嚇，即係哇好開心啦！你都知道喺做礦工係嘛，即係。礦工嘅知嘅職業同處姑七友裏面嗰七個小矮人一樣嘅咋，日出而作，日日而息嚇，落到去啲咁嘅地方揾命搏，一間就冧礦啊，或者咩工業意外啊，即係出唔翻嚟，咁啊即係賺咗啲多咁嘅錢係嘛，即係出翻翻嚟就污糟邋遢塌，又邊有女人要你啊？咁啊去到依一個嘅新興農士多，哇有件嘅靚女嚇嚇阿何瑞英。咁啊，幫佢改咗一個嘅依一個嘅花朵，個花朵咧就叫烏頭。咁啊，點解叫做烏頭咧？咁啊，即係好似佢嘅身形啊，條烏頭啊，圓圓潤潤係嘛，多肉地係嘛，細骨多肉係嘛。但係咧，即係可能係通山酒啊，細個嗰陣時就喺一個地方裏邊咧曬到就黑掹掹係嘛，就係黑珍珠咁樣。咁啊，所以就叫佢做烏頭。
咁啊，何瑞英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吓，阴差阳错之下咧，即系可能即系你都知道啦，当时嘅女性啊，真系要揾一啲嘅归宿，咁啊要揾个男人就嫁咗佢，系嘛，即系就希望有一啲嘅安定啊、稳定啊，有两餐温饱嘅呢啲生活。咁以前啲人咧就唔好讲乜捻嘢爱情啦，咩唔好讲咩自由恋爱啦，更加唔好讲话咩房事协唔协调啊嗰啲咁嘅嘢，即系点会有而家咁样嘅啲女仔系嘛？识两日就上得床，上得床之后就试下，哎呀个男仔啊会唔会即系嗰个架撑就即系屌牙签咁娇细唔捻中意佢，试到吓即系呢一个嘅屌你老尾閪啊番薯咁捻大兜嘅，哎中意啊正啊，咁一阵间又要睇下佢啲性能力有冇攞嗰啲三千激啊五千激咁样硬正，屌你老尾两三分钟就冇货卖又走啊，即系试喺度啱。又要情投意合，又要房事嗰方面啊，又要配合啊，即系啊 match 到啊咁样，又要经济，又要揾到钱，我拣嚟拣去咁啊，即系以前边有噶？我见到个人事事正正，系嘛？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冇乜不良嗜好，又唔中意赌钱，系嘛？即系好仔咁啊，即系嫁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阿何瑞英咧就辗转之下咧，就好多咁应该好多人咧就相睇啊拣佢，咁但系咧就嫁咗俾呢一个嘅王柏。咁啊，王柏就36岁。佢就25岁，咁啊，但系佢11年。嗱，其實呢一個嘅age 咧就非常之好嘅。我個人認為咧，即係個女士啊20零歲，個老公啊30零歲，咁啊開始係成熟啦，身體啊、健康狀況啊、性能啊各方面咧，完全都係巔峰狀態。配入一個咁後生嘅靚女咧，咁啊即係基本上就如魚得水，就非常之好嘅。咁啊，奈何啦，即係可能係體格啊各方面嘢都得。咁啊，真係正宗係3年抱2，結咗婚冇幾耐之後就逼咗兩件嘅失竇窿。咁啊，案發嗰陣時1962年咧，據稱當時咧佢有兩個嘅兒子，一個就係2歲零3歲，一個咧就係歲零啱啱咧就係舉步維艱啊，跌跌頓頓咧學曉行嗰啲嘅細路仔嚟嘅。咁啊好啦，咁啊但係喺呢段時間1962年嘅呢個時間咧，其實王柏咧同啊呢一個嘅何瑞英咧。婚姻咧就出現咗好大嘅一個問題，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嚇，即係依一個何瑞英嚇，即係個心裏邊咧就泛起咗涟漪嚇，對個花花世界啊，或者對愛情咧就好撚大要求，咁啊亦都唔知道係咪因為房事上邊啊，自然生完小朋友之後咧就苛索得緊要一陣，咁啊即係但係咧就個老公咧就可能係力有不逮啊，即係佢應該叫王超係嘛，即係唔係叫王柏啊，超哥如果叫超哥個名咁啊，即係大家明點解啊，咁但係叫阿柏，咁但係你加到阿柏成碌棍咁樣，咁應該硬正哐哐聲啊，咁但係嚇即係同個標籤就唔相符，咁啊可能咧就俾個何瑞英咧就即係。有啲冷言冷語，咁啊冇嚟陳翠係嘛，擔屎唔偷食，木木獨獨係嘛，講嘢冇乜話題。啊，幾年之後嘅生活，生完細個細路仔，你就掛住上去就做嘢，咁啊大佬即係放工翻嚟之後咧就鬥極你都唔嬌起，塌都唔嬌著係嘛，咁啊個小朋友我又要照顧。20零歲女係嘛？唔通我成世喺馬鞍山咩？冇啲生活嘅激情嚇，一個又唔識講愛情嘅浪漫，花言巧語你又唔識，一翻嚟就冇飯食個老婆。食完飯之後就屌你老尾閪，沖個涼之後淋完水喺木屋嗰度咧，就屌你老尾閪嚇就嚇，即係乘下涼就腳著咗。咁啲細路仔喊苦喊忽，點啊要教嗰時候你又就結結腳腳就留翻俾阿何瑞英去湊。咁啊，即係可能喺生活嗰度，你大家都可以 imagine 得到啦，即係越嚟越唔夾。24岁嘅女，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聊佢傾偈，咁啊，即係佢發覺佢自己可能仲有市場。嗱，最撲街就係乜撚嘢啦？最撲街就係喺佢嗰個嘅新興隆嘅阿媽嚇，依一個嘅黃大體嚇，即係黃大體係佢嘅後母。咁啊，即係之前佢嫁俾依一個嘅姓何嘅啊海員嘅之前咧，咁啊何瑞英咧就已經喺度啊。咁啊，唔似一般嘅後母同啲前妻所生的子女嚇，即係有生活誒，裏邊有拗撬啊，天生就搞對抗啊。我何瑞英同阿黃大體咧就出奇咁樣去合拍嘅喎，嚇同阿肥婆好好傾嘅喎，甚至嘅感情咧比好多一啲嘅親生父母咧就更加好。咁啊，即係又好似姐姐，又好似後母咁啊，媽媽咁樣，即係兩個就好撚 friend。咁啊，呢一個嘅黃大體咧就開始越嚟越對呢一個嘅女婿阿黃柏咧有諸多不滿啊，又嫌佢。揾唔到錢，咁啊又嫌佢戇撚鳩鳩，係嘛？又嫌佢木木獨獨，淨係識得鬥木，咁啊即係屌你咩人如其名啊！見得木頭多，屌你咩成碌木咁樣樣，係嘛？咁啊唔中意佢，咁啊即係個女翻到嚟嚇，即係依一個嘅新興隆，依個新興隆咧就喺一個嘅山中間嘅位置嚟嘅。頭先我所講嘅依一個嘅 D169咧，就喺個山上面嘅。
OK， 咁啊，行幾廿米嘅啫，就落到去依一個嘅 B145嘅依一個嘅木屋，係嘛？咁依一就係個新興隆。咁而依一個嘅阿黃大替同佢兩個啊仔女啦，何慕蘭同埋一個嘅何子榮咧，著住喺 D75嘅依一個嘅 unit， 其實大家都好近嘅。OK， 咁啊。呢、这、一個嘅新興隆咁啊，成日都有啲麻雀喺度打牌啦，咁嗰啲嘅礦工啊，即係行來無事啊，收工啊就喺度打牌，又有時啊言語挑逗啊 ，flirt 喺呢一個嘅何水英啊咁樣，哎呀，你真係點解你咁撚衰嘅啫，衰鬼係嘛？當阿何水英喺度服侍緊佢，可能斟茶遞水啊，咁佢要汽水啊，送汽水啊，整奶茶啊咁樣嘅時候咧，你咁早嫁鬼咗，真係相逢恨晚啊！即係講真，如果我娶到好似你咁嘅老婆啊，我日日都去唔去開礦，我同你開礦啦，衰鬼係咪先？真係，有你喺度，我真係開你個礦，我都唔去入去開礦啊！真係，咁啊真係，跟住阿何水英就唔知點解咧，就好撲街嘅喎，講埋啲嘢與大相關，我個礦洞好深嘅喎，你係咪落到去嚇，你係100几 m， 我哋入240 ml 嘅礦洞嚟嘅噃，你入唔入到咁深遠啊？咁啊講埋呢啲與大相關嗰啲嘢，咁呢個啲麻甩佬雞又冇撚得叫係嘛？即係屌你老尾喺冚家產聽緊完呢啲個精子喺個腎囊裏邊滾滾聲滾曬嗰啲嚟㗎啦。咁啊即係有時啊嗨下水，咁啊有時啊偷挑逗下佢，咁啊講埋呢與大相關啲咁嘅淫邪嘢。咁啊來者不拒，咁啊即係點解咧？即係可能阿何水英就係希望咧就係、是。佢自己個老公包仲賤個老惡係嘛，即係氹佢啊，講下啲鹹濕嘢啊，flirt 佢啊，咁佢就好恩 high 咁。但係奈何個老公黃兩鳩鳩一翻親嚟，老婆有冇飯食啊？阿仔今日有冇啊扭計啊？我跟緊住唔撚理佢啊，咁睇下睇個老公已經瞓撚著咗，咁啊即係咁撚悶蛋。咁啊即係當然喺生活上面就唔撚協調啦，好啊。咁啊據稱咧，阿黃柏咧亦都咧。有一段嘅時間啦，自從阿細仔出咗世之後咧，都有一段嘅時間咧，即係年幾兩年咧，都冇同阿何水英咧就行埋啊。咁啊，性生活咧就即係嬲佢嗰陣時咧，咁啊，唔好搞我啦，衰佬，你嗰啲一兩分鐘，一間搞我又要沖涼又剩，唔想打水啊，咁煩啊，你唔好搞啦，瞓啦，唔好搞啊，熱屎辣辣，行開啲瞓，去隔離瞓。係嘛？即係咁樣，又要去第二張牀瞓啊，定係點撚樣？咁啊，即係總之佢啊想欲求，咁啊佢又唔俾，係嘛？即係總之大家又冇乜嘢傾。咁啊，黃柏咧都知道婚姻有啲個問題嘅，咁但係奈何就冇辦法啦。老婆自己揀就生咗兩件細路，咁啊老婆又冇話咩好大嘅炸型係唔騷啊我係咪苦口苦面，晚晚翻到嚟就見到閪面咁樣樣，咁啊即係可能佢亦都嚇即係咕一聲吞咗佢啊咁樣。好啦，咁啊即係。兩公婆成日有拗叫，係嘛？又即係冇乜嘢溝通。個老婆就成日翻外家，就同依一個嘅肥婆係咁 campaign。阿肥婆咧就即係竟然咧就撲街度咧就幫佢就諗啊，喂，其實係咪真係趁你仲後生，趁你仲有依一個嘅知識，係咪真係諗諗計撇撚咗你個老公去啊？即係當然就寧教人打仔就莫教人分妻。咁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講下一個香港第一單嘅一個嘅做底藏屍案就發生喺坪洲嘅。當時亦都有咁嘅冚家產老外母咧，就慫恿個女咧就撇撚咗自己個老公佢。咁啊，估唔到喺1962年嘅一個嘅馬鞍山嘅一個嘅黃泥塘村咧，都有啲咁嘅類似嘅依個情況。咁阿肥婆咧就成日都碎佢依一個嘅。女咧就離開依一個嘅老公，咁但係奈何啊，即係見親嘅嗰啲嘅礦工，空有一身嘅肌肉，又或者就屌你污糟邋遢啊，言行舉止又粗鄙，咁啊黃何水英咧就同你議員之間啊，或者手手腳腳啲捉我啊，俾你食下豆腐啊，冇乜所謂，但係真係負託終身地啊，拋妻棄子，咁啊拋夫棄子就咪撚搞佢，乜直到咧喺依一個1962年左右咧，就嚟咗一個嘅新嘅一個嘅年輕嘅一個嘅技工。咁呢一個嘅技工咧，就係匹得住我哋嘅假貓俊咧，未變肥之前咁樣靚仔啊！假貓俊未變肥之前嗰個閪樣咧，就好撚多女中意佢。咁啊，但係奈何啊，假貓俊就自殘啦，搞到住而家變撚咗，屌你老尾閪啊，美之連人咁撚樣係嘛？咁啊，咁啊，我哋姑且啦，就叫呢一個嘅技工啊，姓黃嘅，又叫小黃。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哇！以假貓俊未變肥之前嗰陣時嗰個啊，即係風流倜傥嚇，即係。就乾乾淨淨係嘛，就唔似我而家咁撚多啲皮膚病嗰啲咁嘅物體。咁啊，又中意嚇即係衣著啊，即係做完工作之後都清潔乾淨啊咁樣嘅情況。咁最撲街嘅地方咧，就係佢比一般嘅礦工嘅薪水咧，就唔知點解就多啲嘅。唔知佢識啲乜嘢嘅技術咧，就比一般嘅礦工咧就多啲嘅依啲嘅
的錢去洗，薪水高一點，所以他經常下去這個的新興隆打牌啊、飲汽水啊、吹水啊，他就很闊綽的出手，咁啊，俾人哋知捻到佢咧，就好捻多闲钱使。咁啊，落得去多，咁啊，同呢一个嘅何穗英咧就打得火热啦。开始大家就眉来眼去，早晨开始声，咁跟住咧就嘿 ，darling 你好，咁啊即系 flirt 佢啦，系嘛？跟住咧就语带相关，咁啊甚至无咧就吓就有时咧就攞汽水嗰阵时咧，就一俾支汽水一摸，佢嘅手就顺带喺个汽水瓶咧就上去，攞手指尾轻轻挑一挑啊，啲手脚脚啊，又或者咧就系俾钱佢嗰阵时，一俾钱佢嗰阵时咧就攞只手指公或者系手指中指去撩一撩佢掌心，喂。系啲女仔即系同你眉来眼去，即系你掂下佢，佢又冇乜嘢弹开啊，即系知道有啲嘢噶啦，咁啊得寸进尺。今日摸你手指尾，听日就摸你衫尾，跟住咧就吓，唔知点解喺个咁狭窄嘅呢个士多里边，咁多位要避唔捻到，硬系撞到噶，即系冚家铲就即系屌你乜下体拆啰柚咁样啊 ，high 下你，咁你又吓发觉吓佢条女又唔捻吓退避咁样，你又真系知捻到。意好特惠啦，係咪啊？咁啊，假貓進咁嘅樣嘅依一個嘅小王咧，就喺度就開始諗下，喂，依、這個唔撚你啦，依條女係嘛？即係我就依一鋪我就灼撚爛噶啦，你唔好撚阻我啊！屌你老尾係神阻殺神，佛阻殺佛係嘛？屌你老尾鳩眼冇親戚，依條女我一定要搞撚爛。咁啊，唔知點樣樣嚟到依一個嘅勇氣啊，依一個嘅嚇啊小王係嘛？咁啊有一日咧，佢就趁啊即係嗰個新興隆咧就唔係咁多人嘅時候咧，就同個啊。依、这、一個的黃大替肥婆就講啊，喂，你個女好掂喎，其實佢有冇興趣揾下男朋友啊？屌你都黐線嘅，佢有老公玩咩男朋友啫？嘿，老公好死嘅啫，戇撚鳩鳩喺度，係嘛？做個木工有撚用咩？係嘛？嗱，我就分分鐘有機會咧，依度啲日本仔嗰啲科文好撚睇起我噶，係嘛？即係。講真，即係我啊，攞得兩嘴又信我，我帶緊一啲工人，係嘛？我啲人工又高啲，係嘛？你個女如果真係諗下，即係同依一個老公唔係好妥當，你叫佢諗下我啊，係嘛？嚇，肥婆，誒，屌，冇所謂啦。我話你同你咁 friend， 係嘛？我對你個女好，我梗係日都會對你好啦，係咪啊，肥婆？咁樣，咁啊，甚至無咧 offer 到咧，嗱，你個女我真係講真。我真的很喜欢乌头，乌头真的不得了，这条乌头我一定要剁眼的。那不如这样，为表诚意，我真的这一个月我拿一些钱出来，是吧？就真的给英英，我就希望跟英呢就共赴巫山，是吧？就是来挤轰轰烈烈的性爱。为表诚意，不要说那么多东西，这里有50元交给你先。你諗住俾幾多少阿英咧？你話事啦，肥婆係嘛？嗱，我寫張字條俾你，咁啊寫咗一啲嘅字句，咁字句裏邊咧就係話幾時幾月啊幾日幾點，我就喺邊笪嘅地方嚇、啊、就揾咗嘅房間嚇、啊、租咗一個嘅酒店，咁啊阿英希望嗰陣時可以見得到你啦。咁啊去到講啲咩撚嘢，咁啊佢梗係唔會寫喺字條度啦。咁啊黃婆就同阿黃婆即係一個嘅阿黃大體就講啦。到时叫你老你个女洗干净乾乾水嚟揾我咯噃，咁样咁啊，王婆咧就真系咧就将呢一番嘅说话咧，有一日咧就阿英啊嚟帮手嘅时候咧，何穗英咁啊真系同佢讲，哇何穗英竟然咧就冇谂反面，竟然真系芳心暗喜，即系有人睇中佢，哇！即系讲真，即系开心死到不得了，系嘛？即系其实就中意咗呢一个好似假猫进咁嘅样嘅呢一个嘅小王。咁啊諗下啦，唉，即係睇佢又有健碩身形又靚，係咪又高大，個樣又標緻，唉，依一劑我都想好以即係人哋幫我開下礦啊，即係轉出一個嘅未來出嚟都好啦，係咪開下礦石都係依排都個礦洞都生曬禽毛絲芒，唔諗得掂，咁啊即係蠢蠢若試，咁啊答應喎、啊、竟然，咁啊當然啦，肥婆分咗幾多錢俾何穗英，咁我就唔知道啦。咁你話阿肥婆會唔會屌你老尾閪過河唔會濕腳咧？我就屌你老尾閪冚家產，佢唔撚濕腳，我就剪條賓州出嚟屌你，而直喺個額頭做天線得得必，係嘛？肯撚定有啦，係嘛？屌你老尾閪！咁啊喺一個咁冇道德、咁撚敗壞係嘛？即係喺咁嘅即係依一個嘅對男女關係咁撚隨便嘅一個嘅情況之下，婚姻又唔撚如意之下咧，咁啊何穗英咧就真係赴約，咁啊同依一個嘅嚇阿小王。真係咧就係、是、哇！今次依一劑
開礦就轟天動地咯，乒乒砰砰，日轉夜轉係嘛，日搖夜搖係嘛，哇冚家產，成個礦床都俾佢搖鬆咁撚滯啊！咁係咁轉礦，哇！即係得到一個嘅男方就好撚滿意，女方又得到滿足，咁啊即係兩個咧就係屌你老尾係相逢恨晚，早啲個礦井俾你開，唔使封咁多琴毛絲網啊咁樣係嘛？咁如是者兩個咧就係開始咧就係眉來眼去之餘咧，食過就翻尋味。咁依一個嘅神仙礦洞咧，咁依一個嘅小王嗰支嘅嚇轉地棍係嘛，就真係哇，真係越轉越深。咁啊，今次就越玩越新奇啦！即係喺依啲村落裏邊揾到啲咩嘅破屋，就同你胡天胡地。跟住約佢眉來眼去，咁啊，即係趁冇人知道嘅時間，就走去後山啊！屌你老尾喺打野戰啊！荒山野嶺之下，唔怕啲蚊叮，撚到屎忽都屌你老爛啊！都屌你老尾係以天為被，以地為床，咁啊！屌你老尾係胡天胡地一番。咁啊，總之可以屌閪嘅地方咧，佢哋都屌你老尾係差唔多成個馬鞍山嗰啲附近嗰啲嘅村落啊，都佢都玩完曬咁樣就係。你玩到咁撚陽，咁啊，即係自然又會有人就知撚到啦，係嘛？所以啲村民啊、礦工啊，係咪啲街坊啊，都略有所聞啊。甚至無有啲嘅友仔咧，就係經過啲嚇爛屋啊、破屋裏邊咧，咦？做咩撚啲事啊？有啲人慘叫聲啊！係得咁辛苦嘅咩事？係喺嗰度啊，老王喺我嗰邊喎，我過去睇下咩事先。咁樣樣叫法喎，以為哎呀仆街啊金仔，係咪屌你咩整親人啊？喂咩事咩事咩事？大聲嗌，跟住冇事冇事冇事，遠處就見到屌你老尾閪喺個破屋裏邊咧就探撚咗對男女嘅頭腦出嚟，衣衫啊即係屌你老尾閪完全都冇，赤裸身體，跟住咧就係攞手揞胸啊！冇事冇事冇事，一睇邊撚個嚟噶？係仆街，原來係屌你老尾閪嚟咗冇幾耐翻工嘅依一個嘅王仔。睇下個女人係邊個？撲你個街係烏頭嚟嘅，哦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哎冇嘢冇嘢冇嘢，咁但係一實證話冇嘢冇嘢，擰轉面行開嗰陣時咧，哇仆街你個撚樣，你老母嗒人妻你個撚樣，屌冚家產！咁啊，如是者呢啲嘅流言蜚語咧，就喺黃泥塘村咧就傳遍。咁啊，啲礦工啊，嗰啲嘅街坊啊、村民啊，就即係已經咧就茶餘飯後嘅一啲嘅笑柄啊、緋聞啊咁樣。而最撚冚家產嘅咧就係依一個嘅小王阿王仔係嘛，即係你睇 imagine 啊，嗰啲假貓盡咁嘅閪樣嘅古古怪怪咁嘅事，然後跟住同你講好嘢啊，虎頭，你冇得 d 啦，唉，真係食過真係翻尋味，真係食完可以再食，真係不撚得了，中意到佢不得了，哇！屌你老尾係嗰下嘢啊，真係講真，撻撚著我副 engine 啊！幾撚好手勢啊！真係你真係唔諗知啊！真係講真，哇！屌你老尾閪，我哋爆鋼董嘅冚家產，我哋嗰股衝勁啊嘛，知唔諗知啊？嗰種嘅衝勁要爆落去，要幾深有幾深，要幾多礦材有幾多礦材，係咁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打開礦我哋要啡水啊嘛，啡啲水落去，屌你老尾閪冚家產，然後真係跟住海採礦，哇！真係冚家產，水力行敗到不得了，哇！咁啊講埋啲咁嘅賤格嘢，咁啊卒之。唉，你真係當阿何水英嘅老公阿王柏阿王柏啊，即係講真係流嘅咩？依啲嘅嘢，除非佢真係聾噶啦，咁啊入撚到佢嘅耳仔裏邊，咁啊聽到，咁啊仆街啦咁滯，睇唔到就算數啦，聽到就當我唔見唔到，係嘛？即係始終就係即係覺得就屌你老尾閪好撚慘，但係翻到屋企見到個老婆啲皮膚啊越嚟越紅潤啊，係嘛？得到啲性愛荷爾蒙嘅呢啲嘅屌你老尾閪嘅滋潤之後咧，哇又撚滑正！屌你老尾閪個啰柚就越嚟越挺，個胸就越嚟越脹，但係老婆又成日都唔撚俾佢搞，咁啊！但係見撚到佢耐唔中下，就又喺度突然間 kick 聲笑，問佢做咩事老婆？跟撚住個面黑撚到，屌望一望你，當你屌你乜隱形咁樣，哇！好撚難受。咁好啦，直至到有一日，咁啊突然之間佢老婆就屌你老尾煮撚曬嘢俾佢食啊，又或者就屌你老尾閪下，即係同佢又傾偈啊，咁樣樣啊諗會開開心啊咁樣樣。咁啊人員即係唔知點解老婆轉死性啦，咁啊茶余飯後之後，老婆突然同佢講：阿柏啊，我有咗咗 B B 啊，嚇兩個幾三個月啦咁樣。咁阿柏聽緊咗依一個嘅消息，你係咪真係當緊我傻噶？屌你老尾閪，成年冇撚診你，突然之間你話俾我聽，屌你老尾閪，你個肚脹撚咗，仲有兩個幾月，屌你老尾閪，你真係當我傻噶？但係阿柏就竟然若無哦有噶。睇醫生啦，我哋咁樣樣，但係佢個心佢嗰種嘅怒火，係嘛嗰種嘅屌你老尾嘅怨氣啊，非常之澎湃，係嘛激撚到咧個春袋真係曉出煙，哇冚家產，佢老婆可能睇唔撚到咋，阿烏頭
佢喺依一個嘅台底裏邊啊，屌你老尾閪揸撚住個張嘅，屌你老尾閪任家產個台腳啊，揸撚到好大力金剛爪咁樣揸撚咗個屌你老尾五個指手指印出嚟，興撚到依一個嘅火屎。咁啊，阿烏頭都唔知道發生緊啲咩撚嘢事，以為咧就係、是、哦老公就戇鳩鳩認撚咗頭，咁個仔咧就依一個嘅王仔嘅。係嘛？咁啊，即係搞緊大咗個肚。咁啊，實情啊，即係我都唔敢講啦。依一個嘅烏頭係嘛？知撚到博嘢可以有錢收，又可以屌你個咩滿足佢嘅性愛嘅慾望。佢有冇再繼續同其他啲礦工去診過啊？或者係接過客啊？定係點樣咧？真係冇人知道。咁啊，但係得佢自己知道。咁啊，但係依一個嘅細路係咪阿小王嘅咧？咁咧就真係啊，應該有佢自己心裏有數啦。咁啊。在咁嘅情況之下，咁啊以為即係依一隻死貓就執咗依戇鳩仔去食撚咗，咁啊相安無事啊。咁啊殊不知，咁啊去到依一個嘅1962年嘅一個嘅9月20日嘅依一個嘅晚上，咁啊開始入秋啦。咁啊即係喺個山上邊都開始有啲秋風送爽啊，中秋節就嚟緊啦。咁啊當時喺依一個嘅 B145依一間嘅木屋嘅新興隆咧就已經打撚咗烊，但係喺個木屋裏邊咧依個士多咧。啊！依一個嘅肥婆就同一啲嘅街坊，同埋一個姓陳嘅男人，就兩個嘅女人就三娘教子就開緊台捉戰緊。咁啊，而佢另外嘅仔女啊何慕蘭同埋何永榮咧，就喺依個 D75嘅依一個嘅木屋裏邊咧就瞓緊覺。咁啊，突然之間啊，去到近11:00未到深夜嘅時候咧，就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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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5號嘅依一個嘅單位嘅依一個木屋裏邊咧，就有人咧就瘋狂咁樣去拍門。而跟住咧就係阿何慕蘭咧就係問阿門口邊個啊咁夜邊個啊姐夫啊做咩事啊你個家姐阿烏頭有急病啊而家喺屋企裏邊點床點隻又屙又嘔哎呀搞到亂撚曬龍你老母喺邊啊我要揾佢去照顧阿英啊阿烏頭啊咁啊我媽唔喺度喎佢去打牌啊喺鋪頭喺士多你落去揾佢啊。咁不如我而家同你翻去睇阿姐好唔好啊？睇下阿姐好唔好啊？咁樣係大人嘅嘢，你唔好撚你，繼續瞓覺咁樣，唔關你事。得我去揾阿外母咁樣樣。咁啊，兩姐弟就好擔心啦，唔知家姐點啦。咁啊，即係醒咗，咁啊同阿仔仔就傾，諗住就去睇阿家姐啦。咁啊，即係大家著衫準備出門口。咁啊，你都知道啦，嗰個地形就係啊，依一個嘅 D75同依一個嘅 B145就好近啦。咁啊，爭條樓梯嘅啫。咁啊，即係依一個嘅肥婆啊，黃大體就喺度捉戰緊。突然之間，個士多門口就砰砰砰砰砰砰砰。喂，外母，肥婆，阿英有事啊，烏頭，你得唔得閒啊？去幫我睇睇佢啊？咁樣打緊牌啊，咩事啊？又屙又嘔啊，唔係好舒服啊。咁啊，兩個依一個嘅外母同埋依一個女婿咧，就其實啲關係咧就好撚差噶啦。就已經基本上差唔多咧，大家視而不見，喺街頭見撚到你街尾佢都走撚咗去，或者見撚到面啊，又唔撚打招呼啊，亦都好少咧再落嚟呢一個嘅新興隆裏邊咧就揾佢。咁啊，肥婆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今日突然之間女婿嚟撚咗？冇嘢啊嘛，你嚟啦，你唔嚟你個女有事啊？呢間有啲咩嘢？你老公翻嚟嗰陣時候，你係咪你同佢解釋啊？我唔撚講啊，咁樣樣即係都扯行噶咯，開始屌你咩著撚咗喎？呢一個嘅王柏咁樣樣，咁啊。肥婆就聽到打佢個老公牌啦，咁啊即係佢老公翻緊嚟，如果叫大女有啲咩嘢投人申請，咁啊即係屌你咩閪都好撚難搞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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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咁啊同啲街坊講喂唔好意思啊，我過去睇睇佢先，嗱你哋傾住偈先係嘛，即係等埋我啊，唔好攤動啲麻將啊，我轉頭就翻嚟啦，咁睇下佢冇嘢我就即刻翻嚟。咁啊啲街坊就見到阿肥婆就即係出咗門口啦，咁啊即係睇咗出邊咧就見撚到。依、这、一個嘅黃柏嘅背影就喺近住依個樓梯嘅依一個嘅位置，咁你都知道啦。咁啊，即係嗰啲嘅村啊，冇乜燈嘅，咁啊，即係夜晚就即係其實基本上就好暗啊。隱約嘅光咧就係靠啲木屋裏邊嘅啲火水燈啊、大光燈啊咁樣照咗出嚟，咁啊，只見得到佢哋背影嘅啫。咁啊，未幾咧，突然之間咧就聽到啊肥婆啊慘叫聲喎，嗌撚到拆天啊！做乜撚嘢走啊？哎呀，冇陰功！哎呀！咁啊，遇事者就斬幾，即系嗌咗幾下咁樣，咁啊即刻就衝出去門口睇下發生啲咩撚嘢事啦。咁啊，見撚到依個黃牌就攞依把刀咧，一把柴刀啊、菜刀咁啊，睇咧就不撚停係咁，老母剁鳩佢個背脊，剁佢背脊，哇！跟撚住咧就中咗幾刀心，咁啊，哎呀，依一個嘅肥婆咁啊，肥肥等等咁啊，屌你老咩！見撚到佢就飆撚住血咁樣樣，就衝落去一個嘅樓梯，就嚇就揼住佢逃命，向個山坡下邊去。
咁啊，唔知系咪中咗刀啦？女人就怕死啦，又惊啦，熬底啦，啊，就惊青啦，又见到血啦，又脚软啦，就喺个楼梯度呢碌碌碌碌咗落去。咁碌咗落去之后，依家个王柏系嘛，就喺上面居高临下啊！屌你老母，八婆你，屌你搞到我老婆沤脑，系咁跳落嚟咧，就骑住阿王婆。一个嘅肥婆系咁喺背脊剁免治牛肉咁样样，屌你咪剁烂，再煮多两餐，剁咗好捻多刀，哇！咁依一个嘅哇肥婆就每中一刀就屌你烫猪咁样样，根本就无力还拖。咁啊，再剁多几刀之后就冇声，咁啊成身鲜血嘅依一个嘅王柏，咁啊就对谂住依一个嘅王婆系嘛，依个肥婆吓王大体嘅尸体啊，即系嗰阵时唔知死捻咗未啦，咪对谂住佢咧就。你搞我老婆勾佬，你帮我老婆勾佬，你罪有应得啦！我今日唔剁死你，我屌你咩？我唔叫做王柏咁样样。咁与此同时咧，一个嘅何慕兰同埋一个嘅何永荣咧，就喺佢个屋企里边咧，就落楼梯啊！一出到嚟就未听咧，未几耐咧就听到老母咧就惨叫，然后跟紧住见紧咗个姐夫咧就骑捻住个老母啊，系咁剁。咁啊个大女即系一个嘅十四岁嘅何慕兰啊，就即刻就冲埋去就谂住咧就撞开嘅一个嘅姐夫啦，见到自己嘅老母俾人斩啊嘛，咁但系一个嘅成身鲜血嘅一个嘅吓喃喃自语嘅一个王柏杀得兴起，唔理你边个啦，屌你老埋嚟，屌你老母啊，屌你老母攞把刀喺度冚家铲，屌你咩冚家铲为流星咁样样喺度乱柒咁劈，哇！一个嘅何慕兰身中多刀，咁啊即刻咧就系痛捻到咧就晕咗喺侧边，咁而一个嘅何永荣咧亦都系冲埋去就拱佢嘅姐夫，咁亦都喺错乱当中咧，下颚啊、面啊、手啊，亦都中咗几刀。但系啦，斩到两个僆仔嘅时候咧，一个嘅王柏咧神智咧就开始清醒啦。哎呀，两个细路仔，哎呀，我唔系要斩你哋噶，你唔好搞我，冤有头债有主，唔关你哋事，叫咗你哋嘅唔关你哋事，大人嘅嘢你关你哋咩事？你唔好埋嚟。咁啊，即系一个何永荣亦都中刀，亦都好惊。咁啊，见到家姐又中刀受伤晕咗，老母又俾人斩到，都似乎就应该够唔谂翻啦。咁啊，就好捻庆啦，好捻惊啦，咁样样就失缩。啲街坊就嚟到，咁啊，即系依个姓陈嘅麻雀脚，亦都系抱捻住依一个嘅阿王柏，又唔俾佢继续再剁鸠佢僆仔同埋个外母啊。咁但系依一个王柏可能杀捻完之后，一啲血啊，或者系啲屌你咩嘅愤恨啦，吓怒火得到依一个嘅宣泄之后咧，就停捻咗手啊。咁啊，跟紧住咧，啲街坊就即刻报警。咁啊，又跟住咧吓，沙田啊，即系啲派出所啊，差佬啊，嘘一声啲喂呜喂呜十字车就嚟到依一个嘅码头依边嘅依条嘅黄泥塘村。咁啊，差人嚟到之后咧，咁啊即系问咩事？咁啊，见到啊有人受伤啦，咁啊即系吓，有啲街坊就帮呢两个细路仔啊救治啊咁样样。咁啊，依一个咧就系肇事人啦，阿 Sir 啊，依一个啊报警嘅嗰个街坊就话佢啊斩攞刀斩过外母啊咁样。唔止外母，我老婆都俾我怼冧埋。咁啊吓，你老婆喺边度啊？我老婆就喺呢个 B145上面山上面，你哋跟落嚟啊咁样。好镇定喎，依一个王柏系嘛，即系唔似以前个木立吓，唔捻乱柒咁讲，即系唔识讲嘢喎吓，即系答对有应自如，带咗啲差人同埋啲街坊咧，就去到佢 B145模仿依一个木屋里边啊。去到依个木屋，资深嘅差人又闻到呢啲嘅血腥味啊。咁啊，啲血腥味咧，一打开条门就见到咧个床上边啊，就吓捻到佢哋，屌你老尾閪冚家铲，只脚都震紧埋。在他看到的一个影像就看到一对 年幼的幼儿两三岁的两个仔就瞓得在床上面瞓到脚脚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旁边就瘫痪了一个很明显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女人。这个女人就应该实际没有黐牙就是乌头何瑞英。而当时何瑞英的死状就是非常之恐怖。因为她半边的这个头颅据称是被人咧就劈鳩咗落嚟，咁而地上邊咧有一輯嘅依啲嘅長髮，楞撚住一啲嘅人嘅頭皮，好明顯一刀一剁落去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可以劈開西瓜咁樣樣，就劈撚咗佢半截嘅頭咧，就落撚咗個地下度，咁啊連頭皮、連呢啲嘅骨啊、連呢啲嘅屌你老尾嘅毛髮就喺地下度一地鮮血、一床鮮血，可能一刀咧就是、第一刀嘅依一個嘅嚇。致命啊！阿何瑞英，令到因为佢冇挣扎、冇嗌过，咁唔系嘈谂醒侧边嗰对嘅细路仔。好啦，除咗依一刀吓咁恐怖吓，即系令佢死状咁惨情嘅依一个嘅致命伤之外，见依一个嘅吓何瑞英咧，个头啊、后脑啊、面啊
都身中多刀，而最撚恐怖嘅就係佢頸裏邊啊，好似嗰啲人咧就屌啊刀嘅一嘢破落啲大竹裏邊咧破開咗咁滯，個頭咧就基本上咧條頸啊、氣管啊、食道啊、一個嘅脊骨啊，其實都已經係斬撚斷咗，正正咧就係得翻啲皮肉嘅就撚撚住，佢黐住半個嘅頭顱就冇撚甩到，死狀非常之慘。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第一刀就應該就了結咗嚇依一個嘅烏頭嘅依一個嘅性命。咁啊，跟住嗰幾刀就完全係泄憤，發泄每一刀落去，你幫人屌閪啦，打野戰啊，屌你個尾閪，俾人崩等大個肚啦，屌你我就戴綠帽啦，咁樣樣，咁啊將佢嘅怒火咧就發泄曬喺佢屍體身上面。咁啊，依一個嘅何瑞英咁啊，即係個屍體亦都打包啊，就送撚走去依一個嘅醫院啦，啊，即係殮房啦。咁啊，肥婆亦都係送院途中，亦都係證實就斃命啦。咁啊，呢一單嘅倫常血案就兩屍就三命，因為依一個何瑞英當時亦都驗撚咗有兩至三個月嘅依一個嘅身孕。咁但係依一個身孕咧，就當然就唔肯係啊，依一個戴撚咗老頂綠帽嘅依一個嘅王柏係嘛？依一個嘅現代嘅依一個嘅武大郎，只不過今次手印王婆唔肯係武大嚇武重啊。屌你咩手印潘金莲嘅，亦都唔系武大郎啊，吓即系系武大郎啊，今次啊武大郎连王婆连潘金莲一夜怼冧咗，咁大家都好有兴趣啦。嗰个貌似搞猫进嘅嗰个嘅吓捻屌年轻技工啊，小王去捻咗边咧？就跟捻住嘅官司里边咧，就系唔见咗咗佢，亦都知捻到咧就离开咗马鞍山咧，就搞捻出大头佛之后咧就唔捻吓，即系就继续喺度再打工，亦都销声匿迹咗，离开咗绝迹咗黄泥塘村。咁啊，估唔撚到啊！即係佢可能一分鐘連佢自己都唔撚知道，原來啊呢一個烏頭咧就係嚇有撚咗佢嘅呢啲嘅骨肉。咁好啦，咁啊當時嘅呢一個嘅審理呢一段嘅案件咧，就喺9月22號咧就開始係審理噶啦。咁但係代表控方咧就係李福善啊大律師，當時咧就係做法官嘅叫伊芙蓮。咁啊睇呢一個嘅叫李芙蓮啊，佢嘅中文譯名。咁啊睇呢啲嘅報紙咧就賣撚咗出嚟。咁啊，好撚可憐啦！呢一個嘅王柏咧，當時俾差人咧帶上去呢一個嘅警車，要翻去問話嘅時候，落口供嘅時候咧，佢就對同啲街坊講：啊，街坊，你幫我安排一下，等呢兩個嘅我嘅孤兒嚇保咗爸爸媽媽，去孤兒院度住啦咁樣。咁咧，但係當時啲街坊就好撚有情義嘅，即係你唔使諗咁多嘢，總之呢兩個細路仔，我幫你搞掂咗佢，我幫你去照顧你嚇，即係供書教學，你放心啦你嚇。總之咁啊，即係其實知明白道理嘅都知撚到佢娶撚咗個水性楊花嘅老婆，俾一頂綠帽佢，麻甩佬嚇，即係窮可以忍，屌你老尾閪冇學識可以忍，但係戴綠帽就真係唔撚忍得噶嘛，係咪？仲要戴撚到咁撚大頂綠帽，仲要街知巷聞。旁邊做咗笑柄，仲要個老婆俾人崩撚大個肚，要食死貓，積積埋埋係嘛？即係心理就唔撚健全。咁啊，交代咗身後事之後咧，就俾差佬就屌帶佢落口供啦，係嘛？咁啊，啲街坊亦都係即係照顧咗佢嘅細路仔。咁啊，之後個細路仔係咪馬鞍山就長大居住咧？如果佢1962年兩歲，即係當佢1960年出世啊，咁今時今日就60幾歲噶啦，即係已經係登緊咗綠油卡嘅呢啲嘅老友嚟噶啦。咁啊，唔知嚇，即係我諗啊，依一個王柏就應該一早就已經係離開塵世。咁啊，依兩位兄弟係嘛，即係爸爸同媽媽搞劑咁嘅結嘢之後，咁啊希望佢哋長大都可以啊，即係做翻個好人啦，或者喺啲咁嘅地方裏邊咧，就係咁多嘅親戚啊、街坊啊照顧佢啊，咁亦都希望佢哋咧就係同啲阿姨仔啊，同埋佢個舅父啊，都可以咧就生活都安安分分啊，即係祝佢哋幸福啊咁樣。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就好多一啲嘅教徒嘅。咁啊！啲教徒咧照計好有愛心嘅，咁希望咧呢兩個細路仔咧可以長大成人咧，即係健康成長啦。好啦，講翻個案情，當時嘅李福善嘅做控方嘅呢一個嘅代表，第一單過堂嘅時候咧，咁啊呢一個嘅王柏就冇辯護律師啊，咁啊法官問佢知唔知乜撚嘢事啊？即係問佢一啲案情嘅嘢，佢只係答 yes or no 嘅啫。殊不知佢就即刻講英文講啊 4 years ago 啊 Mrs. Wong 跟住咧就想講呢個案情乜乜乜乜乜乜咁樣樣。咁啊，即係新聞又講到呢一樣嘢。咁啊，當時一個法官咧都好撚厚道啊，即刻終止佢，唔好講嘢。點解啊？因為你而家咁樣講，你冇依一個嘅律師嘅代表咧，你好撚徹底嘅，同埋你好撚傻，因為你所有嘢會記錄在案嘅，即係你變撚咗，你分鐘會承認案情，講撚曬啲 detail。依個唔撚係落口供，而家係審判你做過啲咩嘢，有冇承認，承唔承認你有冇謀殺過依一對嘅母女嘅啫，咁樣樣。咁啊，但係後屘咧，依一個嘅李福善咧，亦都係睇一睇依一個嘅王柏咧，就發覺冇辦法再審落去啦，因為點解啊？
過後嗰幾堂啊，三日嘅呢個靈訊啊，呢、這、一個嘅王柏目光呆滯，自言自語，一間又話我好愛啊烏頭啊，我好愛啊何瑞英啊，啊英英你喺邊啊？啊即係點解你唔喺度嘅？英英今日我喺邊度啊？咁樣。咁已經可以精神恍惚，成日就喃喃自語。法官問佢啊，佢或者辯方控方律師問佢嘢，就完全答唔撚到爹。咁啊，跟住咧，佢都話審唔到啊。法官，不如我哋交俾青山去同佢做一個嘅精神嘅依一個嘅評估，就發覺咧佢已經有一個好嚴峻嘅依一個嘅精神病。咁咧就因為好嚴峻嘅精神病之後咧，就發覺咧就佢唔再適合審判。咁啊，亦都係因為個神情有問題咧，就要接受依個精神病治療，就去咗依個青山精神病院咧，就要接受依一個嘅啊醫學上面嘅依個輔助。咁啊，娶錯老婆啊，一個即係活潑開朗係嘛，即係或者係即係性取向嗰方面比較進取嘅一個嘅女士，咁啊錯嫁一個木納嘅人。咁啊，亦都抵受唔到啊！即係貧乏嘅呢啲嘅生活，係咪？即係希望享受一啲好啲嘅物欲啊，改善佢依個物質生活。咁而發生咗一單嘅倫理嘅依一個嘅慘案。咁啊，依一單嘅事件咧，邵氏電影公司咧就曾經拍過一套電影，就叫做《血濺調頸嶺》。咁啊，亦都將依個事件咧就翻案咧，就變做香港奇案咧，就拍咗做電影咧，就擺緊上去大銀幕嘅。據稱啊，當時做依一個嘅外母嘅依一個角色就係夏萍小姐咧，就係做依一個嘅角色嘅。咁啊，當年呢一單案件就非常之轟動，亦都咧就係令到嚇好多嘅人咧就係茶餘飯後咧就即係將嚟歌舌嘅一單嘅慘案。咁啊，希望啦，即係都係講嗰句啦，即係夫妻之間嘅嘢唔啱咪離開咯，唔好搞撚到咁樣大件事。咁啊，不過今時今日喺香港裏邊係嘛，聚散就好撚等閒事啦，即係唔啱就講到啱啊，即係唔啱咪揾個第二個，就唔需要咧就即係大家咧用依一個到最後啊。以性命啊、殘殺啊，而將一段嘅唔如意嘅婚姻咧，就畫上依一個嘅句號。咁啊，今日原諒啊，老汪咧就真係身體有啲唔係好舒服，咁有啲受一啲嘅風寒啊，個人咧就唔係好精神。今日就唯有咧就喺我嘅依一個嘅錄影室，我自己嘅小嘅工作室裏邊咧，同大家講今集嘅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咁啊，希望亦都各位啊，即係繼續支持我哋嘅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啦。啊，中意嘅就介紹俾啲朋友去聽下啦。咁啊，希望啊，大家都喺依啲案件裏邊咧，學到一啲嘅做人嘅一啲嘅道理，係嘛？明白到人類咧，成日都犯一啲嘅重複嘅一啲嘅錯誤。我哋記住，前邊嘅人行錯路，我哋記住後邊嘅人跟緊住咧，就千祈唔好重蹈覆轍。